谁知霜华灵体未灭，历经万年，终于人族皇后之父降临人间。 给钦葵公主当差的，不像我们守着夜檀那个瘟神。钦葵公主和夜檀公主不都是出自皇室血统吗？你方入宫，有所不知，这二位公主啊，同人不同命。钦葵公主是陛下的长女，携吉兆而生，自幼便被神族册为神君天妃，华贵端庄，一直是奉仪天下的典范。 二公主夜檀就不同了，她可是沉渊族储妃。听说呀，她出生之时天降恶兆，先皇后也因她。
胎儿难产包氏，连贴身乳母也离奇命运，因此陛下才将她幽闭在昭露殿。我已经。听天由命，可我偏不。我要让他们看到，我叶童绝不会向这个非人的世道低头的。人神相礼，青葵，你不可有一日失仪。叶檀，今日的你可比昨日的你更坏一点。陛下有命，叶檀公主无诏，不可擅出。关了我18年了，还没关够吗？后日便是我们姐妹出阁之日了，临走前我定要出了这口恶气。后日便是我们姐妹的出阁之日了，陪伴父皇18载，一朝离去，实在有点放心不下。陪我去趟父皇寝宫吧，临行前我想再去好好陪陪他。公主，公主，青葵前来向父皇请安。还请代为通禀。回禀青葵公主，陛下此刻并不在殿中。那在何处？沉冤中人，性多顽劣，常相殴斗，刻薄寡恩，不择手段，方可求存。如此良书，果真受益匪浅。忤逆不孝的东西，你竟然敢绑架自己的父皇！速速把寡人放了！你还配做我父皇啊？啊！你看看，这世上有这么对待你的父皇吗？从我降生那天起，你就要杀我。这18年来，我遭遇的不是拘禁，就是责骂。你可曾给过我一丝温暖？名义上是父女，可你我倒更像是做了18年的仇人。我知道，你又要提及那吉凶二诏。命运天定，岂是我一个婴孩左右得了的？最多是我运气不好罢了。你对青葵分外偏头，却整日骂我是孽障，怪我不如姐姐之外意，你可知我是何心情？后日我便要嫁入沉冤界了，别家女儿出嫁前，应该都是父女依依惜别的情景吧？我却在这儿与你清算这些，真是荒唐。不喜欢我，你为何要生下我？你说话呀！你为何要生下我？呸！哼！我们家少主让我陪着你，是怕你受欺负，不是在这陪你演戏的。还有，你这抹布都馊了，弄一嘴味儿。变回去，没演完呢。我不，你若真是心中不快，干脆直接找你父皇对质去。天天搞这些假招子有什么用？烦人！告诉你，我才不跟那个铁石心肠的人掏心窝子呢！你给我变回去！哎呀，你看着吧，我期待的压轴大戏就要上演了。葵儿，父皇，真是父女同心啊！父皇正打算去寻你。没想到你倒先父皇一步了。父皇若是有事，传唤一声便可，何堪劳动父皇大驾？
哎，不妨事，我儿后日就要远嫁，父皇也想与我奎儿多聚些时辰。孩儿也是念及出嫁之事，便绣了些衣料献给父皇，往后我们就要相隔两地了，父皇穿着孩儿绣制的衣裳，也可聊慰思念之情。奎儿有心了。奎儿还为父皇绣制了手帕。啊，这个是给檀儿的，檀儿也将远嫁，檀儿正准备去探望他呢。父皇若是有空，不如同孩儿一同去赵露殿吧。檀儿若是见到父皇，定会欢喜的。寡儿与那个孽障哪次不是不欢而散的？这次不一样，后日神族及尘缘族便要来接亲了，父女一场，我不信父皇就不想与檀儿好好告个别吗？快给本公主叩首道歉！你这十八年的不公，我让你磕几个头都算是便宜你了。我不磕。你磕不磕？不磕是吧？我打到你磕为止！哎，父皇！哎！叫你那受戒的朋友不要藏了，寡人都看见了。辱父欺君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不会让寡人失望啊。父皇，您莫要生气了，檀儿这些话并非出自真心，不如趁此机会。都是我的真心话，说我辱父欺君，那你禁锢妻女十八年，你算得上是什么好君父？你，父皇，别拦他，让他打。来，奎儿。孽障，要不是你和你姐姐痛感相通，寡人早就也不至于酿出今天之祸。但你到了尘缘，为非作歹有你，残害生灵也有你，但你一日不是楚妃，寡人便管得了你，罚得了你。来人，把这个孽障关入地牢。是是。父皇，别动！我认识路。父皇，父皇，别再管他了。听闻玄伤神君今日出关，后日便要迎你上天。若刘夜谭继续在宫中为非作歹，丢了颜面事小，伤了神人之意事大呀，莫要再管他了啊。只要你能常伴神君身侧，父皇和人族也就安心了。是。为虚九死一生，天帝，有气和清衡还那么小。你身为天后，本应顾全大局，竟如此儿女情长。若不让皇子自幼闭关修炼，待到归墟，异动之时，他们又怎能担当大任？弟弟尚小，孩儿愿入关修炼。为父帝分忧，有其不可。父帝，就让孩儿去吧。好啊，我儿心系苍生。传旨，皇长子少典有情，册为神君，封号玄伤，即日入关。
君，神君，神君，神君为了修炼，舍欲修身，闭关1500年，今日就要出关与亲故重逢了。您这又是收拾经书，又是重逢回忆的，这般犹豫踟蹰，皆是因为要与亲故重逢，心中情切吧。您别怪飞驰多嘴，听闻今日灵浦祖师、萧雨仙尊、雷霆天尊三位万年老祖都来恭候您出关，您割舍了这么多余年，对人情世故那是一窍不通，见了众仙可得小心说话，可不能像平日一样直言直语，不然……哎，今后再也没有这样清静的日子了。儿臣拜见父帝，不神。兄长，兄长，天帝。救了九重金身，妖姐，你断没有辜负朕对你的期望。这1500年来过得可还安好？听闻你日日修炼，不曾有歇，身子可有受伤？不神费心了，儿臣一切安好。哎呀，萧月琴这才1500年就练成了九重金身呢，健硕无比，这风神俊朗啊，长得比我还高，一表人才。众仙师过誉了，有琴自1200岁开始修炼，闭关千年，若再练不成九重金身，那便不是带来就是一顿了。
万岁了，而且都没有练成九重金身。你这么说，不是说他们有本有狼吗？你们，就说你呢？兄长，自从上次一别，子午好想你。子午，你可否放开？兄长，秦衡千余年来没有一日不惦记兄长，微记思念，秦衡每日都会去玄境投寄书信。嗯，兄长可有收到？收到了，有上千封信，都在说仙师如何苛刻，不近人情。希望兄长尽快出关，为民解气。兄长，那都是我幼年不懂事，我胡说罢了。兄长不必当真。啊，有情啊。朕有一桩喜事想告知于你。18年前，人界诞生了一位清葵公主，天资奇绝，为维系神人两界情分，朕特册封清葵公主为你的天妃。既然你已出关，后日就下界迎亲吧。天妃，府邸，此事万万不可。为何不可？儿臣身负天命，万一归墟有恙，儿臣赴死之后，这清葵公主岂不独守空房？这婚事还请父帝再行斟酌。迎娶清葵公主，维系神人之意，乃是你身为皇长子的责任，天道以礼为重。稍事休整，你便去人界给天妃册封诏书吧。父帝，此事已然决定，不必多言。陛下为清葵公主大宴宾客，全城同庆，小的们也得去实习，还望夜檀公主安分守己，不要为难我们这些当差的。陛下有令，夜檀公主在此禁闭思过。会有这种妹妹？公主，你还是老实点吧，陛下可不想看到你。从此以后，寡人就全当没你这个女儿。该是最后一次了吧，檀儿。檀儿，你本该在你的出阁宴上出风头，看父皇给你准备的烟花，跑来寻我做什么？你我同日出阁，今日本该也是你的出阁宴，檀儿。我知道你一直梦想成为如此孔武有力、不受约束之人，便绣了这副肖像，望你在嫁入尘渊之后可以圆了你尘渊恶煞的心愿。你可还喜欢？丑死了，谁想长这样啊。我还以为你会喜欢这种，那我回去重新绣一副给你。那送都送了，哪有收回去的道理啊。我的抹布都要馊了，你这个虽然丑是丑了点吧，倒也凑合凑合能用。多年来我常想着，若你我生在一个寻常人家，
做一对自由自在的寻常姐妹该多好。如此我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疼你护你，也不至于让你吃这么多苦。父皇不公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这么多年，要不是你日日照拂，吃穿用度都想着我，我恐怕都要被那工人折磨死了。檀儿，往后我们就要相隔两界，只怕此生都不会再见了。但愿此心如月，无论何时，只要你我共处一轮皎月下，便似心在一处，好不好？陈渊虽然还没有定下储君人选，但是檀儿，无论你嫁的是谁，只要你真心待他，他定会真心待你，这样也好弥补你在人间所受之苦。真心待真心，不过都是一厢情愿罢了。人心叵测，你别到了那儿逢人就掏你的心窝子，小心真心错付。我纵使有真心，只怕也无人可负了。少典有情休不归墟之事是真的？那这么说，等你修炼成仙之后，就要独守空房度过漫长余生，你就没有想过反抗这门婚事吗？这就是我的命，我早已认下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往火坑里跳。好了，檀儿，在人族的荣辱面前，我的命算不了什么。你如今我这心里就只有一个心愿，那便是希望我的檀儿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尘渊恶煞，自由自在，幸福美满。最好的尘渊恶煞，你省省吧，不会夸就别夸。代瓜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嫁给少典有亲的。要重金招募的消息一散布出去之后啊，来的人可多了。要不咱们现在就去看看吧。应募者资质如何？本姑娘可是悬赏了重金，要寻到的可是真正的高人。不是，您什么意思？对我们这儿您不放心呐？哎呦，您这开玩笑呢？我们这是哪儿啊？我们这里可是王两城。世间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这里可是四界交汇之处，向来是鱼龙混杂。嘿嘿，这么跟您说吧，要是在我们这里都寻不到的人，您在别处就更寻不到了。您现在只需要放心的跟我来。人计，勾人心魄。这第二位，迅捷如梦。还有这第三位，稳如泰山。至于这最后一位嘛，就更厉害了。客官怎么样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是不是很厉害？这些全都不行。这
要我这样的都瞧不上？你竟然看不起我们！姑娘不是诚心来招募的吧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好玩，拿我们去开心呢？啊！都是上好的琉璃，你看看这个玄魄，神君，恭贺神君出关。不必多礼，听闻陈渊族与我族同日结亲，现已驻扎在此，知道何人率军，多少人吗？陈渊族储军未定，所以由大皇子乌代作为代表前来接亲，所率陈渊军数千人。这是详细线报。知道了。灭火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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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灭了火！兄弟们，这女子此行定当有赏银，不如抢了去分，也不枉此行啊！杀！姑娘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要绑架一个人，只要能成，价钱不是问题。你找错人了。哎，我没找错人。我要绑架的这个人啊，颇有能耐，比兄弟这种法力者方有胜算。我求求大人发发善心，让小女子脱离苦海吧。分明是绑架作恶，却让我发善心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要绑架神族皇长子，上殿有亲。少林有亲？嗯，怎么了？动心了？同意了？愿意帮忙了？不愿意。我奉劝姑娘不要再打此人主意。为何呀？因为我就是少林有亲。少典有亲啊！你又是何人？为何要雇杀手绑架本君？这是多倒霉才会找上本人啊！别慌别慌，为了姐姐的幸福，绝不能退缩。哎呀，误会嘛！这话说回来了，咱们还是一家人呢。我给你看啊，你看看，看看，我是离光氏公主，你看看。就是离光清葵吧，他这是将我认作了姐姐，也好，不如借此机会让他对清葵深恶痛绝，主动放弃婚约。没错。不对，传闻清葵公主慧心婉质，秉性柔顺，怎么会做出绑架之举呢？人人都以为这成为天妃是族之幸事，荣耀加身，可是不知道啊，这荣耀意识枷锁，我自从戴上了这枷锁，
就整天被人用天妃的标准要求，每天修习那些尺不成趣的天规，我简直逆反透顶。我不愿意做这个无趣的天妃，我不愿意去无趣的天界，我更不想嫁给你。神族乃四界之首，你竟半点敬畏之心都没有吗？我有啊，本公主从小到大只敬畏过一物，你知道是何物吗？何物？是西宫巡夜的那条狗啊，它实惠而咬人，我两样都做不到，自然敬他为大。很好。哎呀呀呀！你多大了？本君自气凝神聚，2700年。2700岁？你这么大年纪，你还寻人娶妻？那要是……哎，已经不行了。神族1600岁才算成年。本君本无意婚娶，今日见你更是不愿。那你取消婚约啊？我当然想。但此事涉及人神二族，岂能擅自毁约？人都说啊，这苦海无边回头是岸，一朝起诉满盘皆输，进一步万劫不复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你说你跟我这样的人过一辈子，你能受得了吗？有道理。哎哎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回禀大殿下，属下听说他到了王两城，头一件事便是去了花魁楼快活。许是温香软玉满怀忘了时辰，属下去寻他回来。不必了，回来也指望不上他，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。大人，如何？一切就绪。吴岱今日必然无法活着走出王两城。大人，属下多嘴一句，暗杀乌岱已是不易，您竟然还想把此事栽赃给二殿下顶云，只怕就更难了。若您的计谋被其他人发现的话，陈渊二子争储，世人皆知，只要栽赃成功了，就可以一石二鸟，没有人会怀疑到我这个罪奴之子头上。到时，我就不用再以登徒身份掩饰野心了。哎呀，我话都没说完呢，哎，你别推我！不喜欢被别人碰。哎呀，你，古宁法器，哎，古宁法器最适合买给自家娘子做定情信物了，还能防身用呢。我喜欢，你买给我，来，买给我。公主竟然登基拉扯陌生男子，还索要财物。怎么算是陌生男子了呢？你既不同意退婚，那就是我未来夫君，买给我。神族不允许在他界私续家产。也就是说，你一分钱都没有啊？哎呀，你说说，一介神君竟然如此寒酸，那些在神君庙里拜你的香客们，哎呦，还在那儿跪拜求财，真是笑话。陈渊君，我方楚文。陈渊君设伏向来不是冲我，莫非是内讧？不论如何，还是尽早脱身为好。
二人识得我的面，速速找到他们杀身灭口。跟我来。是哪个混蛋胆敢暗算本少？给我追！跟我！不到王两城中还有阁下这等高手，可惜你运气不好，不能留你性命了。这人好生霸气，连陈渊族大殿下都敢暗杀，想必修为不弱，不如借他的手除掉少殿妖气，姐姐就有救了。去吧。